钢琴凳还没给人打完就跳出来了。别打钢琴凳了。咋的？一会儿咱们这个小提琴班就开班了，你得当老师了。你真让我讲课呀？那说啥呢，一会儿孩子就都来报道了。你这不坑人呢吗？你让我这大木匠给讲小提琴。那你说这拉锯和拉琴差的也太远了。行呀，差啥呀，那拉锯拉琴它不都是拉吗？就是劲儿大劲儿小的问题，知道不？你说这可以，你看师傅赶紧准备准备啊，快赶紧。你帮我讲，我第一课讲啥呀？第一课好讲，今儿第一课不是吗？赶紧趟着干，听着没？行，哎，放钢琴凳打十来天了还没打完，哎，这个先放在大小桌啊。哎，那我把这拿一个，对，把那都拿去，好，都赶紧不管看。哎，如今呢，培养一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。我那孩子今年4岁了。光这个班那个班就上10来个了，这不嘛，又改学小提琴了。今天开班啊，我得来盯着点。我媳妇说是在地方吗？怎么可找不着呀？哎，这有半班的吗？半。喂，同学们，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哎，同学们，哎，都进屋进屋啊，请坐好。好，都坐好了哈。同学们，小朋友们，下面呢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最最尊敬的贾老师上讲台。那我也进来吧。你是？啊，我是那个学生的家长。前面那个小虎牙，他爹，真挺连线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小提琴少儿速效学习班现在正式开班了。下面呢，请全体同学站起立。没咋的。好。欢迎我们的贾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课。让徒弟们都坐下。同学们都坐下。同学们坐下。讲啊。啊，讲吧。这个没啥可说的哈，就说师傅领进门，他修行在个人，是吧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就靠别人。不是，老师说的很实在，这我绝对是说实话，这就这么回事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是祖国的大好形势，一片大好啊。形势喜人，形势逼人。形势瞎人干啥？同学们，刚才呀，贾老师这番话大家可能都听清楚了吧。意思就是说呀，让我们认清形势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呢，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，将来的艺术家呀。这艺术家呀，那就得从小学起。对，必须得刻苦。这说对。你比如说你们贾老师，他就是从小就开始学习拉琴。你看着吧，还是胡老师比较了解我。我从小那拉的跟你们现在这学的不一样。那老师天天让他看着你，你少拉一会儿他踢你。那真是的。拉完大的，拉小的，天天的拉。就给你比你，你说你拉完粗的拉细的，拉完大的拉小的，就是这么拉呀。对，拉完小题还得拉大题，拉完大题呢还得拉小题。啊，拉呀，拉到哪儿了？看看教材吧。把教学计划全拉乱。下面讲第二课。老师啊，第一课完了。第一课快了。对。啊，你说那个啊，对，咱们这是速效班，知道吗？速效，这得讲点速度。对，第一课就
说什么题目？你干啥呀？我记一下，我记一下，回去好告诉孩子复习。那说好啊，这个不许外传，因为啥呢？这都是封闭教育，你到别的老师吧，他讲不出来这些，对，是吧？记就记下来吧。哎，第二课，第二课是啥呢？哎，这个第一课的题目你说呀，形式。对嘛，形式喜人，形式逼人，逼孩子拉琴。这对孩子有点压力，是不是？对，没压力他不学呀。没给压力。第二课是讲历史。讲什么历史呢？就是说讲一讲小提琴的历史。我们一想到历史啊，就要想到小提琴他的出身，他的家庭，他的籍贯，他的性格。哎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说的是不是小提琴的户口啊？啊，是啊。啊，那个贾老师啊，这是举例子说明。对，举个例子，你看，你才整户口，小提琴哪有户口？就是举例说明。对，历史历史得举例子说。小提琴这个玩意儿吧，举个例子呢，就是说，什么东西像小提琴呢？啊，我去求个例子去吧，行吗？行行。哎，那个家长同志，跟您商量一下，这个贾老师啊讲课他爱举例子，举例子目的是怕孩子们听不懂，你就不要再记录了。同学们，请看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举手说。啊，孩子们都不明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锯弓子吗？说对了，说白一点，这是个收弓子。收收弓。同学们，大家仔细看一看啊，这个锯弓子像不像拉琴那个琴弓子？哎，你这样一比划，我看是那么回事。由此可见，小提琴就是从大锯发展而来的。发明者是谁呢？知道不？不知道。就是我们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先生吗？知道不？哎，老师，我听说这小提琴那是外国进口的吧？怪事儿了，别什么都以为外国进口的好，是不是？有人说这锯弓子也是外国进口的好。明明是咱自己做的，老赖别人做的啥用？这绝对的吗？当年呢，当年呢，你还记不了？记好，记上。当年呐，这个鲁班师傅在一次破木头的时候，这个锯条刚往木头上这么一放，就拉两下，发现了问题，怎么有声呢？那不都有声吗？别废话，这声跟别的声不一样。后来出现了我的妈呀，音阶从此产生了。非常形象啊。鲁班同志，他发明了大锯，小提琴又整出音阶，他还干啥呢？他不能呆着，是不？
对，他还得研究，他没有沾沾自喜。可是，但是，可但是，但可是呢？他呀，他就是拉呀，天天。你说他不拉他干啥呢？他就得拉。谁能帮我拉一段呢？啊，哎，他最后拉出来一个儿歌。是吗？对，儿歌。拉大锯呀，扯大锯呀，老家门口唱大戏呀。请。听过没？对，听过没？耳熟，耳熟吧。好，下面我用谱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就是这首儿歌，告诉同学们摆谱。啊，哎，同学们摆谱了，摆谱了，哎，摆谱了啊。贾老师，哎，同学们摆完谱了。那我就玩谱。这首歌是这么唱啊。拉米西呀，西米辣呀，你一走西跨西来西都来辣呀。喂，谁孩子睡着了呢？说你呢，你在睡觉吃俩小虎。你儿子这老师想看你怎么回事，回去再说你啊。容易行了，你这一隔离教育他就不行。是是我来了，过程有点太深了，学生接受不了。讲第四课，第一课是形式、嗯、第二课是历史、嗯、第三课休息了。哎，第三课啊，对，讲第三课，你都会记，好像没落一课。第三课拉的口诀，这也是我多少年来积累这么一个口诀，下面我给大家捣鼓，让胡老师你给示范。我行不来啊，行，表演，我说一句你就按我说的做啊。来，同学们看住啊。哎，老师啊，哎，我能不能一块来呀？行，你跟他看啊，看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注意了啊，单腿蹬，腰要弓，上下拽，别跑空，预备了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胳膊不要了？怎么拉一会儿胳膊锯掉去了？你都不过来。单腿蹬呢？腰腰弓，上下拽，别跑空，不就完了？怎么？姜老师啊，我们孩子可是来学拉琴的。啊，这是主要是拉的基本功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我们这个班是初学。对，知道不？初学啊，初学就拉锯。那深学还得叫我们孩子打门框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准备下一课就开，怎么让孩子打锅盖？怎么让他打沙发、茶几、高低柜、组合柜、沙发柜？拉倒吧。不打了。好啊，难怪你说出个小提琴是鲁班发明的，你咋不说小提琴是鲁智深发明的呢？啊，完全错误的，鲁智深发明的是扁铲。进来是不是？咱们说了，咱们这个班是隔离教育法，可你非要进来，咱照顾你了。你这么搅和，咱们还怎么给孩子上课呀？不学了行吗？这不影响吗？咱们退学好吧？你退学再说。小伙子，给我走！你什么呀？你们大伙做干啥呀？你这不讲话吗？你还学干啥？有啥话慢慢说吧。你孩子不学，你可以领走，别的孩子还得学呢。那不能拉半天锯啊，是不是？拉锯明天咱就改班了，还不行？你带啥班啊？你肯定没说。你给我讲。好的，你先
睡了。怎么这么臭啊？臭豆腐！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还没睡啊？才11点多钟，您回来的够早的呀。是，够早的，够早的。早。不早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啊，臭豆腐，啊，你看，你怎么又练铁砂掌啊？我说赵局长，咱俩是不是该好好谈谈了？好，你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您是不是把这个家当成旅馆了啊？想来就来，您想走就走。你今儿把话说清楚吧，你是想要这个家，还是要你那单位？哎，要单位嘛。啊？不，也要这个家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这两天啊，哎，确实是事儿多。嗯，忙。就你事儿多，你什么时候没事儿过？嗨，你看。年初吧，做什么年度计划，一忙就忙了一个多月。那好不容易春节了，你又出差了，等你回来了吧，又要去学什么危机？你看看你一年到头的，不是谈判的，你就是开会。你说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待过？比总理还忙你，怎么就没人让你去当个总理去？哎，你看这么干下去，那不就快了吗？别评。哎呀，我说，编吧，接着编啊。嗨，看你能编出个什么理由来？你听我给你编。嗯，对。你听我说。嗯。今天呢，确实是有急事儿。嗯。这局里啊，开会，这刚完事儿。开会？我看人家对家小王怎么没去开会啊？谁说的？他一直跟我在一块儿呢，他也刚回来。我怎么没看见人家媳妇儿抱怨他回家晚了啊？嗨，那是人家媳妇儿有素质，有涵养。哎呀，不像有些人，你说屁大点事儿，那瞎嚷嚷。你一点都不理解人呗、说谁呢、不，我可没说你啊。人家小王，人家做的多好啊，你看看人家一进家门，人家就干家务，人家又知道疼老婆，你再看看你、人家两口子感情多好，从人家啊搬到这个家属楼，我就没看人家吵过架，红过脸。人家家的事儿你咋知道？哎，我怎么不能知道？哎，你看，嚷吧，小王来了，我管得着吗？你看你，哎，我说不管有多大的事儿，等他走了咱们再说啊！局长，求你了！哎，开门去吧。局长，哎呦，小王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光着脚啊？啊？嫂子也在家。你怎么？我们家挺暖和的，没想到你们家这么冷啊！你进来吧。嫂子，给我找双拖鞋行吗？哎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吧。局长，我让我媳妇儿给踹出来了。什么？给你踹出来了？来，先穿鞋。哎呀，还是穿鞋舒服啊！哎，王哥，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什么事儿？还不是嫌我回家晚了？他说我把家当成旅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还没还嘴呢，一脚就把我踹出来了。你有脚印？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！哎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他就这样，他哪像嫂子呀？他没文化，没素质啊，文化水平低，一点屁大的事儿，哎，对我没完没了，把我烦的。嫂子啊，今天你给我评评理，他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像话？是啊，不太像话。这是不像话吗？哎，嫂子，我跟你说，他今天既然一失足。我就让他成千古恨。我们男子汉大丈夫，被踹出来一般都不回去。对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。我不回去，不回去，走。哎，不回去，你住哪儿啊？哟，不是啊，不回去你住哪儿啊？那个外边可挺冷的。啊。要不然我就在你们家忍一宿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就知道局长关心我。哎呀，局长，你看你们家里边多温暖呀、啊！咋的？哎呀，你看你们俩在一块待着多好啊！怎么看怎么像那个豺狼虎豹啊？那狼才女貌，狼才女貌。真小子，局长，
给我介绍介绍经验啊！你们怎么能相处的这么好？嗨、哎，你说，你说，哎呀，你俩还客气什么？让你来。哎，其实啊，也没啥经验。哦、我们呢，就是这个锅碗瓢盆碰来碰去呗。油盐酱醋，调来调去呗。我们就是互相监督，长期共存，荣辱与共，肝胆相照。嗯，理解万岁吧。理解万岁。哎呀，局长，哎呦，你们俩就是我的偶像啊！哎呀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说他怎么就不能这样啊？啊，他，你是生活在蜜罐子里啊，你太幸福了。那当然了，哎。我说，这小王来了，去把酒拿来。可以呀，真听你话。哎呀，我们家呀，那是有分工的。大事儿，我来管；小事儿由他抓。哦，其实我们家那也没啥大事儿哈。啊，没大事儿。啊，对，小王来了，去弄几个菜吧。哎，等等，小王，啊，你喜欢吃萝卜皮？对，去拌个萝卜皮。等等，喜欢吃甜的？对，多放糖。等等，再来个酸辣汤。哎呀，局长，你这个媳妇什么牌的？怎么这么不是她？她怎么这么听话呀？还得管，这还管、啊？这还得抓紧了管。哦，哎，对了，这说你呢啊？说我？啊，啊对对，说你呢。接着说吧啊。哟喂，太好了！看见没有？嗯，我想咋说就咋说。啊，哎，端着干什么呀？放下，放下。看见没有？让他放下就得放下。哎，够了啊。哎，不够，还缺个酸辣汤呢。你去。哎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哦，我去就我去。嫂子，来来，嫂子，嫂子，走走走，我们局长这人啊，嘴厉害，可是心眼特别好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还不知道他呀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今天啊，是你带着，我懒得理他，等你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啊？开个玩笑吧，来坐坐坐。哎呀。嫂子，嗯，其实你们当家属的也真是不容易，在家里是忙里忙外，照顾老的伺候小的。我跟局长啊，真是应该多抽点时间来陪陪你们。可是我们这工作一忙起来就没准谱。你说这些啊，我都明白。那我就是平时发发牢骚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你媳妇身体不太好，她一个人带个孩子，哎，那每天早上起来五点多钟就去上班，你说她容易吗？上次啊，你们两个春节出差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儿子发高烧了，你媳妇一个人背着孩子去的医院。当时那外边啊下的是大雪，路又滑，他一出门啊不小心摔一跟头，那腿都磕破了，流了好多血。真的？嗯。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，你媳妇说了怕给你打电话影响你工作，不让我给你打。要不然我先回去看看。这背景我靠！哎，走啊！啊，烫好了，哪儿去啊你？还喝汤呢？我给我媳妇儿承认错误去了，我承认错误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，小王，你给我回来啊！回来就回来。行啊你，你刚才挺有气质啊。那不是小王在这儿呢吗？好好好，那你说，我听着。还说什么呀？坐下吃饭。哎哎，哎呀，你看，这么多天了，我也没给你做点吃的，来，尝尝我做的汤。喂，哎，是赵局长家？啊？让他马上去啊？哦，要连夜研究明天谈判的资料啊。哦。哎，好，哎，您放心吧，没问题，他马上到。哎，再见啊，哎。你
真对不起。哎，我真是的，饭都没怎么吃。没关系，没看我。走吧。那你去吧。哎。喂，你好，道歉公司。啊，对，是我。不用谢，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？哎，你呀、啊，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。屋里有人吗？哦，对不起啊，等会儿再说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你丈夫，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我不想在单位和你吵架。啊、嗯，你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。那好，现在就跟我回家。你说对不起，我就跟你回家。是你真对不起我的。我怎么对不起你了？你出口伤人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什么也没说呀。那我怎么出口伤人了？你咬我了。我又没咬别人。那应该给我道歉。就不跟你道歉。你不给我道歉，我让你们公司指定你给我道歉。不可能，你又不是我的客户。我现在就是你的客户。你信？小唐，这位是？我是客户。来生意了啊。这是我们经理，道歉公司。我是他客户，我就是他客户。我以为是你丈夫呢。我哪有这么缺心眼的丈夫。我们道歉公司的服务宗旨是替您道歉，让您消气，帮您买。我就让他给我道个歉。太简单了，是他。哎，道歉啊。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经理，我觉得他应该先向他的妻子道个歉，那样效果会更好。哦，两口子闹矛盾了。我太太啊，老婆跑了。猜对了，私奔了。你老婆在私奔了呢，你这么大声音、啊、经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媳妇回娘家了，可不痛快。早看出来了，这个人有点神经。那这样啊，你有什么话尽管对他说，有什么气尽管对他出，有什么火尽管对他发。我也可以打他吗？当然。不可以，打人是不对的。那他咬我就对吗？你咬他了。哎，是、啊、哎，经理，我怎么可能咬客户呢？他说的是他老婆。咬得严重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牌子手表啊？这是什么眼神啊？这他给我咬的牙印儿。哎呦，哎，你老婆的牙好大呀。哦、你老婆是个大板牙呀、啊哦！经理啊，经理，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吧。那我隆重的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优秀的业务员，在单位成绩突出，在家里贤妻良母，但是啊，经常是在单位忙了一整天，回到家之后还要看她丈夫那张苦瓜脸。我不是苦瓜脸。你当然不是了，你是窝瓜脸。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猜的。来来来，行交费，行交费。交什么费啊？道歉费。本公司替人道歉收150元，上门道歉收250元。你选哪一种啊？上门道歉。那您就是250，请交钱。没钱。没钱，那就请。你替我交啊？对不起，本公司从不替客户垫钱。你是我老婆呀。这种人讲话不能当真的啊、哦！哎，你怎么讲话？你也没搞错啊？搞什么错？我有结婚证。我不看。我啊。哎呀，哎，经理，经理，算了，他的钱我先替他垫。你替他垫钱？反正他发了工资，钱得交给我。谁呀、啊？他，还我，还我！看看看看，我们员工的素质。对。哎，250。贴发票去了啊。哎，嘿，250就这么出去了？这可是我5个月的零花钱呐、啊！谁让你说你是我的客户了？你在家和我吵架吵不过，还到这儿来丢人？你要不回娘家，我能到这里来吗？你要关心我，我能回娘家吗？你回来晚了，我问两句怎么不行啊？你问什么问？你明明知道我是替客户道歉去了。再说有
怎么问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开发票去了。不，我们两口子的事儿，你就不要再掺和了，好不好啊？两口子啊，是。哎呀，经理，经理，我们是把他们两口子吵架的过程演练一遍，对吧？客户，这个办法太好了，你们俩继续练，我看一看。如果效果好，我向全公司推广。来来来来，来一遍，我看一看。我最爱看热闹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咱开始吧。哎呀。你也太客气了，蛮真实的。继续继续啊！你干什么去了？瞧你那态度！你的态度好啊！看我不顺眼，我可以走。你扭头就走？那你就上来掐我！我就是拉你。掐我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青了。那你就给我咬块手表。你还给我掐着手镯呢！可笑吗？哎呀，一块手表，一个手镯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们看看我老婆，那天我一句话没讲对，她上来咔，给我拎了一条项链。好笑啊！哎呀，其实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跟老婆低个头认个错，说声对不起就完了。经理，请您用茶。好好好。哎，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这样主动的伺候过我呀，在这里可以。你坐，小唐，哎，看茶。有时候一杯茶水可以救命一团愤怒的烈火。他不喝茶，他喝茶睡不着觉。睡不着我也喝，要喝自己倒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就是，你也不管一管。哦，对对，有我的事情。你先喝我这杯啊。小唐，你过来。你搞什么搞啊？人家客户今天把钱放到我们的腰包包里来了，那就是我们的上帝了啊！我看你这月的奖金不要脸了。啊？还有奖金？这样处理你满意吧？你凭什么扣他的钱呢？我有没有扣你的钱？扣他的钱就是扣我的钱。我有，你太投入了，戏演完了，结束了。经理，他是怕还不上我的钱。没关系啊，让他老婆还。你老婆有钱哦，我去给你倒杯好茶，救命你这团愤怒的小火苗。哎呦，哎，这一句话奖金就没了啊？说扣就扣啊？你以为我干这份工作容易吗？不干了，咱不受这委屈。别人给的委屈就算了，可你给的委屈我就是受不了。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委屈啊？就是那天。那天外边下着大雪，我替客户上门道歉，我大哥大哥的喊了半天，人家连门都没给我开。我隔着大铁门跟人家说了整整一天的好话，人家就是不搭理我。我晚上一回家，你还对我这么凶，那不等着急了吗？当时我就想扑到你的怀里大哭一场，可你扑到我的怀里，咬我一口。那我又不是冲你的。知道，你不咬我，咬谁呀？那你还逼着我，非让我先说对不起。那我先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我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我对不起你。行了。啊，行了。你有火你就发吧，别窝着火过年。那你就接着哭吧，别让委屈的眼泪流到下个世纪。讨厌。嗯。嗯。嗯。哎呀。那。啊。你也咬我一口吧。干嘛？咱俩凑对情侣表。干什么？我要给你咬个闹钟。住口！你干什么你啊？她是我老婆。她还是我老婆呢。她是我老公。她还是我老公呢。她是你老公啊？你们两个是两口子啊？经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这个钱，我挣12.5万。
这个家里人不嫌弃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谢慢走啊，慢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慢走啊，慢走。谢谢各位，恭喜恭喜啊！没什么可送的。送个镜子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们这儿改镜子布了。嗨，不成敬意，一点小意思。再见。不送。各位来看一看啊，邦碧城帮忙中心今天跟大家见面了。本中心服务周到，业务广泛，有信息咨询、工作推荐、明星包装、保媒拉纤、夫妻早嫁、帮助解劝、带人陪床、替人做饭，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给您做饭、再换尿片，换完尿片接着做饭，反正四忙就帮，啥活都干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差点没憋死！大兵。大兵，你吃炸弹了？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？一点规矩都没有啊！我现在是邦碧城帮忙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哦，还叫我大兵？那我怎么叫你？兵总。兵总。齐副总经理。哎，你说他多绕嘴，你看看。什么事啊？该吃饭了。哦，好，在哪里吃？上全聚德。哎呀，我看还是上王府饭店吧。行了，别臭美了，咱们公司总共就剩这么一碗方便面了。不至于吧？不至于，咱们这个注册、装修、开张、广告哪儿都得要钱，咱们哪还有钱了？刚才不是收那么多贺礼吗？啊，看看有没有红包。没有，全是镜子。你看看镜子后面，后面是水银。你刮一刮，万一有巧克力粉呢？你饿疯了，我跟你办中心连饭都吃不上。哎呀，不要那么悲观嘛，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没有吃过方便面呢？嗯啊，万事开头难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对，就得背后受罪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不吃方便面，哪来大龙虾？龙虾来了。欢迎。哎，请问这是邦碧城帮忙中心吧？对，请坐。哎，我不坐。来，喝水。我不渴。抽烟。我不会。吃方便面。对，别点。咱们总共就剩这么一盒方便面了。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啊！这笔生意做成了何止一碗方便面呢？对，小姐，吃吧。大哥，你们俩真是好人，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这么好。你们说，这么一碗方便面，我怎么咽得下去呢？就是。有火腿肠吗？没有，你就将就着吃吧啊。那好吧。小姐啊，你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哦。我是来找你们帮我找工作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徐副总，赶紧登记，开张大吉。对不起。叫什么？我姓姑。叫什么？姑姑。谁给你起这名？我奶奶。我姓无辜的姑，叫姑娘的姑。姑姑，这名字你听得舒服吧？舒服。我叫起来别扭。多大了？20。学历？啊？问你是大专还是本科？哦，我是本科。什么本科？小学本科。谢，不要生气了啊。姑姑啊，根据你的具体情况，我们有很多工作比较适合你。什么工作啊？小保姆。太累。服务员。太脏。清洁工。太没面子。姑奶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空姐。或者影星。影星？你看我像不像刘晓庆？我看你脑子有点病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了啊，你打道回府吧。真的
帮不了了。帮不了，帮不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姑姑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你让他走。现在有些年轻人，他就是好高骛远，老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。你什么态度？你让他走了，我晚饭，晚饭找谁呀？姑姑，你看，除了空姐和影星以外，你还想干点什么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当个节目主持人算了，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。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。你看这舌头能当主持人？我练过。哎呦好。争议大官，争议大官，周涛不在，我来代班。相声小品把你笑翻，歌星五星满台乱窜。接下来，那么，请欣赏。接下来，还是接下来，那么，耶！哎，我的天哪！观众朋友们，给我点掌声鼓励！哎呀！就这个你还给他鼓掌呢你姑姑啊，你这个节目主持人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可是观众都鼓掌了耶。嗨，这孩子缺心眼儿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没有，你慢走。那我去了。哎，去了。哎，到哪里去？我是一只小小鸟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现在我只有靠他帮忙了。什么？耗子药。哎呦，你怎么吃这？你赶紧，你坐，你坐啊！我们再商量商量。冰豆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，对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、有难不帮吧？对对对。啊，万一出事，我们良心有愧啊！对，我们要保护他，他是一根小草。那我们就是大树。他是一条小鱼。我们就是鱼缸。它是一只小鸟，我们就是鸟窝。它是一只小绵羊，那我们就是大灰狼。我们就是老绵羊。哎呀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孩子想法也太离谱了，咱们怎么帮他呢？要不让他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。哎，咱们这儿正好缺个打杂的。就是啊。姑姑，要不你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。你们也需要主持人啊？嗨，他认准主持人了。我们这儿缺个打杂的，干零活的。那不还是保姆吗？啊不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本中心的后勤主管。是白领阶层吗？白领，绝对的白领。你看，正宗的白领。你看这领子多白呀。那好，我留下了。没想到本中心第一天开张就天天进口了，这是大喜事啊，可喜可贺，祝我们事业蓬勃吧。别转了啊，咱们今晚吃什么呢？方便面呢？啊，三个人就吃这一盒方便面。这就叫一碗方便面打天下，帮忙中心帮万家。要问公司有多大，两条汉子一朵花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。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，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，老板，那老板，哎，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。哎呦，我们的财运来了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到？一会儿就到。马上准备一下，快，要快要快，就等着老太太上来。屋里头有人吗？赵老师。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。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呀，这闺女长得真俊呢。啊不，我是男性。我没看出来，我就看那小辫儿。啊啊啊啊！真对不起啊，闺女，男性。啊，好好好，不要客气，赵老师您请坐，您请坐啊啊。赵老师，哎，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。MTV 是，
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。我看见过，看见过。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， 对，也有跳舞的 TV，还就是没有评剧 TV。因此，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，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。那就太好了，我不为这个，我还不来呢。好啊，我真激动啊！哎呀，高兴。那就 TV 吧。先提哪儿？不是先提哪儿，不要着急，您请坐啊。在这个拍摄之前，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。包装？是啊，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，很复杂的。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，这就需要包装。那咋包哎？您听听，您听听，那咋包哎？不行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。改不了了，都60多年了，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。一定要改，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，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，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的。这样子，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。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，您就可以这样。嗨嗨，嗯哼，嗨嗨，嗯哼，哎呀，您学的还真像。好好，就这么说话呀？那我也会呀。哦，您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嗨嗨，嗯哼，嗯哼，先生，哦，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老人家，你讲的这是真的吗？嗯哼，说得好，嗯哼，这就是语言包装，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。那怎么，咱们 TV 吧？不要着急啊，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，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。名字也包装？是啊，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，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。这样子，我给您选个艺名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知道。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，你就拿小白玉刷说吧，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刷，哦，他的真名字叫李灾文。你就拿我说吧，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，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。那可不行啊，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，哎呦，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，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、郭继小斯，都带个斯字儿，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。玛丽基斯怎么样？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。啊，对，你们都是四字辈的。我叫啥字来着？玛丽基斯。玛丽基斯好吗？玛丽基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麻辣基斯。啊，妈，哎，你可真能逗啊。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？这个不是菜名，反正甭管怎么说，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TV 吧。不要着急，赵老师您请看。这是啥？哟呵，这咋这么多钱呢？这都是给您的。不，就不就是。不要激动。哎呀，你说你给我 TV，你还给我钱，这不合适啊。再说这也太多呀，快拿回两摞去。给你一摞。哎呀，赵老师，这是您的劳务费。哎，要说这钱呢，可真是好东西啊。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，正需要钱呢。好，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？总监。啊，总监呢？总监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。还签字儿？按手印也行。啊，对，按手印，按手印方便。不行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？哎呀，两码事嘛。好，我看您还是签字吧。哎，中了。啊，好，咱 TV 吧。不，赵老师，
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，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，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，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。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。那不是那个意思，现在请您试试服装。好。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，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，少了这个不行，这个这别给扔了喂。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。还给我做新衣裳了。好好看一看。真是的，这是啥材料的呀？怎么样？不行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。哎，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。那你没包上啊，都露着呢。再换一件。这件，嗨，这还没上效呢。再换一件，总可以了吧？哎，这好歹是件衣裳，不是？您穿上看一看嘛。哎呦，多么新潮啊！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啊，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？赵老师，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？不是，大兄弟呀、啊，什么？不是。总务总统总监总监呢，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，你别不要说了，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，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，不然的话我就要扣钱。那都传着吧。好，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。那还要准备、啊、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啊、春季里开花、十四五六，六月六看谷香、春打六九头。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，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，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，不能是那个样子，应该是这样，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啊，六月六，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。火啊，对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是这个意思，亲亲火焰燃烧了我。哎呀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准备一下，开始。六月六，错了。六月六，错了。哎呀，这我再找找。这回行了。六，我又错了。给你吧，这。好了，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，各部门注意，灯光音响配合好，戴耳麦。啥叫耳麦？耳麦戴上就知道了。演员到位，到位。真是的。哎，这听不着。也不是让你听，让你说话用的。到位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跑什么嘛？上场。嗨，这都是唱评戏的。啊，这都是给您包装，为您伴舞的。这不搅和了？放心吧。音乐，开始。对，这跟不上啊，这乌鸦上吧，跟着走，对，上边，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转圈，转，哎呀，唱啊，唱不出来，唱不出来就说，我说啥呀？抓谱，啥叫抓谱？这个节奏就是抓谱，改出来了，快点，把那词都给我说出来。
春季里开花，春季里开花。嗯，是四五六啊，六月六我看不出，我春打六九头。就这么说，啊，就这么说，啊，就这么说。春季里开花，是四五六啊，六月六我看不出，我春打六九头。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，我张不开嘴，我跟不上六。啊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受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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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好呢。哎，好极了，这叫评戏啊。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。你别招该人了啊，我算琢磨透了。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。哎呀，老脑筋要改一改了。我不愿意给你。赵老师，今天您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因为啥？我卖给你了，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，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。我说我不签，你别让我签，我签，告我去吧。哎，我提醒您，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。我签的是啥？马马基斯。我不干了。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？你刚才给我搞的。别，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。赵妈，奶奶，别，姥姥，姥姥喂，您不能走啊，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。完了啊。嗨。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一定爱上过他，曾经也一样无法自拔。我乐的是凤骨炒肉有米线，醋溜腰的排骨，松花扁担的白菱楼，还搁半肚滋味醋，四两四个八碟菜。